果他吃完元宵走出家门，一起出去转转，约几个亲朋老友三亲六故共同出来玩玩。庙会上男女老少兴高采烈，真是人海人山，满街里什么都有，五光十色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冰糖葫芦也能解馋，眼前的欢腾场面怎不令人心中感慨万千。好光景年年在变，月月在变，每天每日在变。短信发个没完，有多少深情厚意，多少爱恋都在电波里面。删除了烦恼记忆，储存快乐，选择甜蜜菜单。你也好，我好，他好，大家都好，永远美美满满。窗外的冰凌和雪花融进了流水潺潺。暖暖的阵阵春风吹遍了地北天南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2003年的元宵晚会。整整15天，全世界的中华儿女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里。今天我们在北京，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，再一次的给您拜年了。这元宵节一过啊，咱们就得收收心，好好上班了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喜气洋洋的年呢就没过够。所以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这个年你们过够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。那没过够，咱们今天怎么办呢？闹元宵。携手攀高峰啊，先打破强国早建成啊，
色似丝狗一梦，血色似狗一梦。节目吗？我真不知道。下面的节目是明月合奏。